会打扮，像今天我们的十大热搜关键字全部摊开，就发现果然民间有美女啊，而且啊这些素人美女们呢都会被网友发现，然后分享啊转发，在网络上就会成为爆红的红人。而且这几位美女啊，你知道她们的功课其实还蛮妙的，因为加上她们的脸蛋长得很像很多知名的女星，所以在网络上爆红啦。没错，像今天哎，你想一下，我们有警戒高圆圆啦，有火锅店范冰冰啊，还有重又气砖润娥，你超想看对不对？哎，但我们约爸也有一个润娥啊，我没有，我是像润发吧，我的天哪！哎，你会想看哪一个？我想要看那个哎，高圆圆。对，高圆圆这么漂亮，我也蛮想看一下她的分身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让大家来提倡一下哦。美女在民间之重又技术学院润儿，先验明正身一下，到底是像润儿还是润饼呀？嘿嘿，超香的呀！这位重又润儿名叫张楚山。根据 ETtoday 报道，网络节目找校花的节目跑到基隆重又技术学院去寻找一位被媒体报道而网上人气满满的素食店之花丢洗衣。他当时是穿着女仆装的 cosplay 扮相，瞬间爆红。张楚山拥有超过100,000网友的关注，然后呢，哇，一双无辜的大眼睛，清纯外貌酷似润儿，更因为照片跟本人零违和，校花封号当之无愧呀。美女在民间之警戒高圆圆，这两天网上在疯传，大陆有一位就读人民公安大学的温州女孩金品轩，长相酷似赵又廷的新婚太太高圆圆，一样体验一下哟 ，Come on go， 哇哇哇，这比刚刚的润儿更像啦。那她读的专业更是让很多人想不到，什么呢？反恐专业。哇，反恐专业呀，厉害！这位人生警戒高圆圆的警校生金品轩，目前就读3年级，出身警察世家的品轩师姐，巾帼不让须眉，在校城接品学兼优，能文能武，一放假嘿嘿又摇身一变成了一枚辣妹呀。Hi，I'm Pauline，Can you guess which university do I？日前，品轩参加央视举办的2014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并且打入了总决赛，他流利的英语让评委们都惊呆了。此外，他还拿到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录取邀请函呢，根本是学霸来着嘛，阿 Sir。美女在民间之火锅店范冰冰，今天寒流发威，把虎哥冷得跟狗似的。待会儿配完硬就想冲去吃个火锅，先的说，火锅店范冰冰是吧？瞧瞧，等一下，咦，这不就是范冰冰本尊吗？也太像了吧！根据大陆媒体报道，这个形似范冰冰的服务生在一个火锅店工作。身着丫鬟工作服的她，颇有点范冰冰在影视剧中所饰演角色的味道。这个女孩从脸型到眼睛鼻子都神似范爷，呵，不是同个模子刻出来的，也是同个医生整出来的。而且在低薪阶层的服务员群体中出现这么一个漂亮、打扮时尚还彩绘指甲，也让网友猜测炒作成分居多呀。也贵了吧？范爷表示呀，古装要这样穿的，学着点不到。Oh.